見唔見到一條脷藍色噶？佢係藍色石龍子，佢條脷真係藍色。你穿嗰度。痕唔痕啊？好痕。好痕，佢啲指甲係咪啊？呢个是科学馆其中一个生物多样性工作坊，参加者有机会接触爬行动物。个样好可爱，你想不想养啊？同动物玩梗是开心，但是饲养宠物是一个终身承诺，你准备好未呢？阿 Blue 咧，佢係一隻斷咗尾嘅接角手工啦，佢係市民棄養俾我哋嘅。咁當時嚟到，我都有問嗰位先生啦，我話：咦，你做咩唔照顧佢嘅？其實咁佢就話，因為咧佢嘅另一半有咗 B B， 咁就所以屋企唔可以再容納到佢啦。咁其實我都會覺得好可惜嘅，佢哋本身都係十幾年命，佢可能已經過咗二分一或三分一嘅壽命，咁樣就要轉一個環境，其實對於佢嚟講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好嘅。但係我都可以從一個正面啲嘅態度去睇，就係棄養者起碼係攞過嚟，就唔係抌佢出街。佢咧叫我 Tam 姐啦，係一隻巴西龜嚟嘅。我哋係喺高速公路度拯救佢嘅。當時有一個好心人發現咗佢啦，跟住聯絡我哋。佢唔單止話係一個龜殼爆裂啦、骨折嘅狀況，其實佢當時咧仲有追蟲感染。佢係咬到落嚟呢啲位，其實呢個位再對下已經係心臟嚟嘅。咁其實好擔心，咁我哋冇放棄。咁於是佢就喺屋企度住咗大約14個月到啦，用咗一年以上嘅時間，慢慢真係復原，做咗5-6次手術。佢而家呢啲係唔會生翻出嚟嘅，係一啲疤痕嚟嘅。咁但係個傷口已經埋翻曬口啦。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係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領養計劃嘅夥伴機構，而家飼養大約200隻動物，其中一半曾經俾人遺棄街頭或者被棄養，另一半就是被檢獲的非法入口動物，由漁護署轉交協會照顧和安排領養。協會希望大家決定飼養寵物前停一停，想一想。很多時候大家沒想到那麼遠，到隻動物一老的時候就被人棄養，而這些老的動物其實找家是非常困難，如果去到最後是在一個收容所到離世，我覺得對隻動物本身不公平。大家要想想自己的未來規劃有沒有這隻動物在裡面，例如可能你會去其他地方很長時間的，例如可能你會結婚，你會有自己的家庭，你家容不容納到它呢？如果你都準備好做一個負責任的主人，請領養動物，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，讓他們再次感受愛。